于谦州的那些大力水手，你可以永远相信白宇的男友力。毫不费力的单手举榴莲。金晨是不是偷吃了大力水手的菠菜？金晨啊，为数不多几个拧瓶盖可以用两个手指头就能拧开的女人，正常女生拧瓶盖啊，也是呀呀，男人的拧缝这么拧，你看，你看我的肌肉，什么肌肉？你看，它是真的，哇、哦，男的看到我都害怕。林姐这包包很别致吗？我连个包都没有，一个锅。好时尚的包啊！韩东君怕不是在举铁吧？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我们把这个这样砍掉，就更轻一点。拽掉就好了。前面几季好像没有人这么成功过。不会还有人没见过张志远的洪荒之力吧？有谁体验过断掌的痛？他是断掌，我原来一点我都不服，我后来被他拍了一巴掌，我差点死了，我感觉是有点功力在身上的。我还可以唱，哎，算了，大哥，黑琴1米9，大高个不在话下。哇哦！宋雨琦的承重能力竟超过郑恺。那边那个真的要超过你了。比我多1公斤。林更新是真的狗啊！哎，这包，哎，这包。